天哪，你这是在做咖啡还是拆咖啡机啊？不是这样弄的，我之前教过你，忘了吗？看着啊，是这样的，看到了吗？算了算了，反正你站在这儿也帮不上我，你呢，就坐在那儿，等我做好了给你端过来，好吗？ 第一次见面，你当时心情不好，就恰好选择了我弟弟的网吧，结果我们就遇到了。第二次在广州，你在广州，我也在广州，我们又遇到了。第三次就是刚刚，我在门口正愁怎么进来呢，结果你就出现了，就好像是老天刻意安排的一样，是不是很有缘分啊？这咖啡还不错。正面回答我问题，我在问你呢，我们是不是很有缘分？ 你不困吗？困啊！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觉，坐的我腰都酸了，能不困吗？你要不要上去睡一觉？要不然没有精力看比赛了。嗯，我要等你把这个咖啡喝完再上去。那我可能喝不完。为什么？我舍不得喝掉你作为我的这颗心。是不是很有缘分？ 我们是不是很有缘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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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咋了？刚刚没跟我说。咋了？是不是很有缘分？有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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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8点了，那再睡会儿吧。你欠个万达农业，你不是应该在家吗？而且夏夏不是在你家。我哦，我的妈呀！对不起，我忘了米小飞还在我的床上了。我的妈！好尴尬，我去厕所刷牙洗脸。对，亚雅了，亚雅。他跟我一起来了，他在另一个房间睡觉，你放心吧。潘尚元，你真的不把我当男的啊？他要睡你跟我说，我换地方就行了。我还没问你小子有没有对我女朋友做什么，你还大爷起来了是不是？哎呦，我大爷要出门了啊！别问。童年，对不起，我昨天晚上我们俩喝大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我的床上，不好意思。这次原谅你了，下次不许再这样了，知道吗？我给你拿药说。哇，你怎么这么多一次性牙刷啊？我经常出差呀，所以备着这些也会方便一点。
你有没有感觉这样很没有家的味道啊？你是不是太忙了，没有时间收拾行李啊？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人帮你收拾行李，就不用再用这种一次性牙刷了吧？好啊，那我以后收拾行李就喊你过来帮我收。嗯，看我心情了哦。喂喂，有急事。怎么样？疼。要不要去医院啊？你再喝点水吧。啊，大意思。怎么回事？老毛病又犯了。没大事，死不了。都吃胃溃疡的药了，还不严重吗？你怎么想的？做两手准备。你带狗让他去医院，其他人出来开会讨论一下换人的事情。啊，老大，又不是没带病，上去过。没事，我吃点药就好了。哎，你不能再吃药了，你刚吃过药。你先好好休息，别想那么多。其他人出来开会。老大，老大。老大，老大，我要打决赛，我求求你，你别把我换下去。我为了这天，我等了多久，你知道吗？三年了，就这一刻，你就要把我换下去，我可以带病上去了，我可以的，老大。我每天都在练习，我每天都在练习。你别把我换下去！哭什么呀？嗯，今天这场比赛无论输赢，我们都已经拿到了全世界总决赛的入场券。你现在先好好养病，把病养好了，到时候再打不是一样的吗？可我们是主场啊，万一输了怎么办？你真当自己是跟从了，就这么不相信你的队友？没有你，他们照样拿冠军。别哭了，小明，带他去医院看一下，好好休息。带人出来开会。老大，滚！滚！志勤，还叫我成？滚！去！